这里是宜昌市艾家镇五组，是我这次回声展览所选择的地点。展览在这里是因为，首先呢，这些照片它们全部来自于宜昌的乡村山野，然后当我看到这栋屋舍的时候，它们被大山紧紧相拥，当我看到这里的这一刻，我就觉得要让这些从未现身的照片出现在这里，它们是如此的契合。